防水有鱼泡出来了，泡到点点了，那以后你嚼，我刮一下。抓到一条了，先抓两条，这两条红色的。哎呀！刚才到买了一点铁网来了，把这洞啊给堵一下，下面在春耕，都在放水耕田，那鱼啊都跑下去了，要封住，把它盖住，这鱼就跑不了了。这水已经放了不少了。就这样可以了，现在下去啊，把那鱼给抓上来，还有很多鱼在里面。那位大叔啊，承包了这一片土地，将近200亩，现在要耕地，把这鱼抓起来。这里还有一条红色的鲫鱼，呀，抓住！好，抓到了！哎呀，红色的，又抓到了，又一条红色的。把这鱼啊，放到这池子里面，这红色鲫鱼挺好看的，还好没有鱼苗下去。上次打的鲫鱼鱼苗啊，颜色比这个深一点，这些都是杂鱼，把倒进去。放几条红色鱼下去挺好看的，改天要把这个池子弄一下，改天再放两条草鱼进去，这里面很多草。刚才把水库的水关小了一点。这鱼啊，都在这里，这里鱼挑，它先跑，哎，进来了，看看有没有，这有两条，哎，抓到一条了，还有一条，抓到了，这一条鲤鱼，这一条红色的。哎，这里好几条，这里。哎呀，这一窝。哎，这一两条红色的。好像一条黄鳝，不知道是不是？看是不是？哎，蚯蚓，我还以为是黄鳝呢，一条蚯蚓。现在又在下雨，像这样的天气啊，这鱼啊，听到水声都会往下窜。这里一条卡在里面了，没有我就死定了，定了。不抓了，没有了。这又抓了2斤多，还好，目前为止没有看到一条鱼苗。先把鱼全部倒进去。哦吼！刚才多了一块铁网，把它放里面拦一下，不要把鱼跑下去。以后这里啊，再抓几条红色鱼进去，感觉挺好看的。先干活去。